外面加灯。来了，这沙发，沙发过了。没有了。好，一百三个是不是？太善意，他买去了啊，几块钱呀？对对对，那沙发，好，对，沙发，沙发，沙发，那买个沙发要输了就跌了，弄个点，弄个点，看没有啊？耶？阿娘。这个是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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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姨，看无啊？过来，不偷刀了不？谁偷到了过来没有？带沙发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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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我们现在用什么机？还是用什么机？手机何必？哎，你快点回来！你妈在那时间呢？今麦带过来用手机，你去睇伊啊？好啦，阿坤。哦。何必阿坤？何必阿坤？阿你再来干啥？三百块钱。投到了不有人买不？三百块就好了。还有人家吗？三百块。谁投到了还有人家吗？无啊，要收了两个月啊。三百块算鱼呢，哥你那里算鱼三百块唔敢钓，三百块就好了。三百块够人三百，三百块。有人来哦。防盗嘞。哎，螃蟹，螃蟹哦。你说那个绿色盘子上面吗？那加州卤。对。那加州卤就像旁边那个加州卤。螃蟹有人不加我，我要吃螃蟹吗？一箱而已，来，我不会的。但你蟹管肉，蟹管肉蛮好花的。来，这一罐米胶羹也袂袂食了。螃蟹先买，螃蟹我少一样羹啦。你有好头夹头前夹手羹，你一只五十来，两只来三只来四只来两百块，一五只，一六只来三百块少一三百块了。然后只螃蟹无，三百块了。等于进前炒三头、炒蒜头、炒只四样骨头来三百了，三百块了。螃蟹哥现在三百块了，再过来三百块了，三百了螃蟹，螃蟹有人来不？来了，我哪个钱买我就做啊？来个三百块现在螃蟹还有人要吗？三百块了，再过来三百号，再倒追三百了，螃蟹了。来螃蟹还有谁要来？三百块快点，三百块。螃蟹螃蟹没有了，最后来，最后再一个，最后再一个了。三百块，最后再一个，谁要？三百块。螃蟹够两百不？三百，螃蟹够现在三百块，三百有两百不？无，要输了，来了，就回你来两百块了，能八千块了，两百块就好了，两百块，吃不完的两百块，哎，两百块谁要来？两百块能八两能八，能八五块了，听下小姐姐，还够两百不？吃不完的两百块够了，能八好了，就回你来买能八不？能八，能八，螃蟹够两百，你回家拢会吃的嘛？那个叉三头、叉蒜头不能来哦，两百块对啊，两百块能八，还有什么钱？好嗯，对啊，来个两百了，两百，买啊，两百好，两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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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啊，两百买，头前买像啊，头前，哎，老板这里再卖你快点啦，再卖你一百五好不好？那个卖你八五，来，这个是那个吧？这好像是那个。你下球诶，我下球今天最好食，这下早我卖足济去啊。这一天赚两箱，我一天已经卖一箱，剩一丝仔尔无啊。你好，下球。小拜拜，红姐。现在我现在我无现在我用年纪了。你好，海山打餐餐厅啊，浙江浙江年菜啊，有没有？订桌诶无？你等于之前，你看头前过来晒死只总共十二条，其他总共十二条，破个油菜都要来送三百。对啊，我超市货卖百块，这两下开三了。三五少借三百块，你要下球，你要三百块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三百块。哎呀，今天我就讲给猪肉包三百块了。三百块。真的很好吃哦，来三百块来，来一盒、两盒、三盒，三百块了。虾球够人来不？三百块，够人要吃虾球的不？三百块，你要吃虾球吗？三百块，虾球三百块，三百块，怎么了？没有。再两盒够八块。再两盒够八块。哦，来，还够人来不？还是有人要两盒的就好了，两盒就好了。一盒十二颗了，两盒二十四颗。有人要两盒就好吗？有没有人要两盒的。还虾球够人买不？无啊，春节俩没有了。最后再两盒客人而已，两百块。虾球够人买吗？还虾球够人买，先卖两百块虾球。好了好了，拜拜。够人买虾球不？拜拜。哎呀，不要紧的，无你不会，这么一包了，一包了。
看看，看，够人来无？遐强。哎呀，这个有那么一包了啊！最啊，够人来无？够人来无啦？这边的啦，无啊，最后适合。我是说桃多肉。最后适合啦，哎，感觉。我是说桃多肉。为什么我说桃多肉？因为高雄的红豆都这样讲，桃多。无啦，不是，红豆哎，伊的不是的。桃多。啊，伊的来两盒，两盒。哎，最后两盒，再买两。哦、有在那最旁边有石斑，石斑还没。哎，过来几口先卖，最后一盒没有了，100块先卖了。请问几包？来，对。让阿妈买下了，好不好？哦，阿妈，你买100起，一斤才大张啦。900。大张900，900。你袂食，我真正倒来。你一口袂，你只俗的物件袂，你如果话要食，我好倒。食袂去，还叫请人吃。19包，我等你19包。哦。这啥物有人知无？干贝酥啦，这个问了，这个问了代表目睭问题啊。这拢有写馆长干贝酥，我你注意听，这馆长有15粒，下口有15粒，等于这口开30粒，这口内底有30粒啊。这当时甲我进钱的番茄酱对吧？哎呦，这哦。农做年菜用，这大部分农做年菜用，啥个啦？这一克哦，好用。即马家乐福、Costco 大家拢了，拢推荐这种物件年菜啊。这哦，你卖偌济？60粒哦，伊有分30粒佮60粒的。30粒的开偌济？30粒的可能开200。你60粒有好一个开500，系啦。两买两盒啦，1000块啦，你爱无？1000。卖这一定卖。我试试。这两盒1000啥个？这两盒1000要800了。500了啦，500了。干贝酥有没有人要？一粒，我爱贵啊，六十粒吧。120，120。你看有120啊，60粒尔吧。啊，60粒，靠背啊。我看你听啊，够奇怪。喂。啊，挂。别等你。系啊。哈哈哈哈哈。别等你。弄来了，气死啊！气死未？我讲啦，八红三四五六七八，弄来。有人要弄来无啦？你先下手啦，再讲介绍啦。有啥物装备弄来啊？下手啥？有无？无啊？唔加你看，你看，像我这伊下手才花了2000，你买袂？惊啥？相信外省的拢买拢去啦，只有一个啥呀？无啊？有。嗯慢慢来一盒来头前来一个第一盒，够不？来，够不？加，有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什么？我看到下半年了，不过到尾晓啦，不过再见，你坐袂几个月啦，坐袂几个月就有啊啦。给，要不要这个碗？这个有两斤的。来叫大哥，叫大哥又买去，叫烟头的，叫烟头的。叫弟弟啊。大他烟头的。有啊，看嘛。看嘛，三五。来，过来买，我干贝酥100块，人家嘛，等一下找你啊，包。头他要给你50。来。还100块，过来要干贝酥，100块啊！你便宜100，伊要给你50啦。哎，100块人啊，无干贝酥来这边啊。100块人，人家嘛干贝酥。嘉威你好，我吃早餐吗？还没啊，我还没吃啊。干贝的酥，干贝酥留2盒，立正什么时候到啊？
爸爸，你有要来吗？恁囝伫遐哦，好啦，伊来讲因囝伫遐禁袂伊啦，无等因囝来等袂有规栋甲我冰店，我就害哦。来，几间？大栋。来八五八五，不然要干杯输哦，八五啦，有无啦？无吼，无要来卖血管肉哦，无我卖血管肉哦。干杯输浪费太多时间。我问下有人要拢来无啦？有人来无啦？过来吧，过来一届哦，过来啊，一个一届哦，过来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来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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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啊，是啊小钱你买一个百二啊，菜价这一块你买一百块啦，一块你买一百，现在我少一个人客啦，一块一百两块两百三块才三百了啦，这块我送三百块啦，四号来三百了，哎呀，这号我送三百块啦，三百块啦，三百块啦，血管肉这价起码讲嘛，这不是米粉做的哦，米粉做的免钱，米粉做的免钱，米粉做的免钱啦，哎呀，来啦，一两三，四啊，五啊，这阵六十块无人来啊，三百块了啦，哎，这号来三百啦。三百块了，好了，你是啦，哎，六盒了，哎，血管都够现在三百块，今天两盒大虾，一起当三南可以啊，差一包，差一点好吃，干贝酥加大虾，大虾是两盒三百，干贝酥两盒三百，哎，继续你哦。哎，三八三八来，天妇罗是两盒三百。后面一个，后面一个的，前面左边右边后面两个是你的，三百块的。后面一个，对，所以这样六百。等下帮你包好了，你什么时候到？七百的来，好啊。来。立哥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现在在点餐哦，你在选餐哦，我看一下。哎，三八过来。是。无，这要结先麦。血管都来不及。最后一个三百块的。包起来。命了。OK， 他说两盒半贝酥，两盒大虾。这边要早一点。安内山哦。来啦，今天我有介意啦，今天我有介意。两盒半贝酥，两盒天妇罗。两盒半贝酥，两盒天妇罗，安内。像你讲白菜卤的，像。好啦，你讲菜啥？有工的啦，有工的啦。你们开始去。禁止 okay, 那个帮你包起来了哈。我今天心情很好，开心，我不想跟你计较。300了。哎，你这里炒饭炒面啊？我最叫他见三八。发落啊！你若讲买，等下变落雨啊！我跟你讲，哎呀，那落雨不妨要加点。啊，唔紧买，也唔紧买。哎呀，有钱啊，这多钱拢收着哈。三百块啦，啊，现在你讲现在三百块啦。哎，你讲现在炒饭炒面包最叫三百，了三百。哎，这边多少钱啊？啊，这边吃菜啊，吃菜啊，要吃素的吗？多少啊？我三百。好花鱼丸，你个塞着，像花鱼啊，你个蝶像啊，像你袂欢喜啊，像，今年卖五百了过来，有人卖卖两百块，够人卖无？讲完，要一包也行。
秀轩，你刚才不是订订花鱼一箱吗？我先买一百块啊。大明街，大明街九十二号，大明街九十二号，台中市大明街九十二号。九之二哦，不是九十二哦，九之二，在忠孝，忠孝国小的后面，忠孝国小的后面。你会不会下车？车子来的吗？哦，车子来的吗？好啦，等一下啦，我这鲍鱼卖虾啦，我什么鲍鱼？鲍鱼有人来无啦？好无？三百块拢有哦。条子。嘿，不行不行，车来，一个先来车来啊。下脏啦，怎么下脏啊？下脏过了，下脏会火化的。来，先给你。要吃虾子的来，五百块来，来五百块，来，来还有人要吗？来，五百块。哎、欸，你也要试试啊？现在哦，又会穿哦。来，虾子五百块，还有谁要？来五百块。谁？这无特色啊，你买鹅。你就知我这有像啊，你就刚刚我说约会团就是无特色，你知道无？无使你大家拢大概拢知啊，
过来过来过来。你该不会是鹅？进来。你鹅？你该不会伊不是安尼啊？伊哪有这？你鹅公黄对吧？对吧？我无讲啊。鹅真知啊！你安尼讲我就知，你看我冰雪聪明好，拜托。来，我爸来。前面一个，后面一个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了。上面也一个。等我，阿伯按号车来啊，变安怎？车来啊！给！太公棒。